次我们跨三 A 的啊，建文同学啊，然后那个孟同学，然后是这是来自那个四川四区啊，所选择的武器呢，哎呦你这个附魔六啊，天际乾坤剑啊，然后一套八玉，他选择的是八玉套，他没有选择魔然套啊，这是算是剑魂第二个没有选择魔然套的，一个加一个十的启明星，佩鲁斯这是十五的提升，算上红字1%16%。十六啊，因为你这个又哎呦，40点力量1%三十，三十的提升11%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，18+9啊，差点数强，就算他满数强，算他满数强，你勋章下了，勋章同学，看看面板啊，40000，八玉就是高。还是给他减一秒啊，给鲅鱼减一秒，一个大拔直接清掉僵尸，把武器拿下来，加油加油，不要慌啊，加油，你鲅鱼本来就有霸体，不太不用那说什么。那因为可能是你的你的号是哪个号？等一会儿啊，看他克瑞夫触底还是顺斩啊，这一把顺斩加拔刀可以直接秒掉啊。然后一个大拔清掉小怪，看看他门将的触底啊，还是那样用剑舞啊。其实这次没有啊，这还是直接到了克瑞那个门将的特殊状态，然后是一个地球仪，猛龙那个流星月流星声一个拔刀，好，门将不错啊，门将不错。看看这一次啊，一个一绝应该是门清掉分身是没有问题啊，不要着急啊，哎，这次抓都抓到了，好漂亮，一个顺斩接一个猛龙，一个剑舞，一个大拔，所有的技能都放出去了，好不错，1分13秒，可以啊，